台中的朋友们快看，先前由全台最美市集绿美洲团队在义中商圈创造的腹地市场，现在进驻到晴美绿园道渊草物广场啦。将传统夜市跟市集文创相结合，共有超过150摊店家共襄盛举，绝对让大家逛好逛满。到了台中一定要来踩点。腹地市场草物一样由绿美秋团队负责规划，选用非常有质感的木头摊位，纯白色的布帘，风格极具文青感，让旅客到访都能感到相当舒适。而市集周边有很多装置艺术，一串串浪漫的灯光随手一拍都超有意境。图片来源又挂号，图片来源授权提供，图片来源授权提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腹地市场草物的摊贩多达150摊，其中包含超人气的台中富状元猪脚和白水豆花都已经陆续进驻，接下来还有法国女孩 Chella 的法式可丽饼品牌 Balicha Balicha 法式可丽饼与茶与清源芋圆也即将进驻，各位可以好好期待一番啦。图片来源 Foodie 吃货拍摄，图片来源又挂号，地址台中市西区英才路534号渊草物广场，时间2020年11月14日日起试营运。目前腹地市场已经从14/11日起开始试营运了，想要朝圣的朋友们赶快去逛逛拍美照吧。延伸阅读，来源网络资料。